君心仪承恩在不在？在的话，给我一个 reaction 一下。OK，我看到君了。心仪 OK，承恩呢？OK，好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啊，它的species 东波汉里巴哇这几个呢？那巴里德木伊里嘛呢？它可以在哪里找到啊？这几种？这几种其实是我们蛮熟悉的嘞啊，包括 Jati、Chandana。Mahogany 是我们这一代的啦。不过我们这一代的哪里，就是这三种呢，在马来西亚、在泰国的森林都有的。哦，所以他讲，哎，在这些植物在哪里可以找到呢？啊，说它不是湖边，不是水旁边的哈，不是海边，挨着高原或者是平原了。冬季来的，对，OK，是冬季来的啊。达那巴马平原，因为高原哦，高原有高原的植物的，是那些矮树。猪笼草那些你记得吗？哦啊，或者是那个 Rafflesia 莱佛氏花，世界上最大的花啊，他会问那些植物的，这些这样高的树很好的木，是我们的平原可以找到的。OK，是要记的哈啊，我们看多一点来记，不然的话你就是在一直在背，从第一课开始背了，所以我们做练习的时候要记起来。OK，波大明达啊，说波大明达是叫 mind map。它是一个方法，帮我们做什么的呢？啊，mind map 可以做什么啊？对了，可以这个 memudahkan penyampaian sesuatu maklumat，它可以方便我们传播资讯。对，哦，mind map 啊可以这样啊，因为 OK，什么是 mind map 啊？Pertaminda，这个是 Pertaminda，所以它可以帮我们记东西啦哈。如果我们做笔记，我们用这个方法很容易记。但是它也可以很容易的传达资讯，人家一看就会明白了。所以蒙羊拜干马路曼很方便，OK 啊，再来第三呢，yang mana ka sesuai digambarkan melalui raja kitaran？什么是 raja kitaran 了啊？这个是 form one 的哈，是吗？raja kitaran 就是有箭头的表，OK 啊，我们看一看啊，啊，这个是第几的哈、啊？我都没有印象了。风速度不密哦，不是，我还是风度的。我看一下，Jarak，还是是 Form Three，不大 Topography，我就看 Grid，因为 OK 不要紧，OK，Raja Kitaran 哦是有箭头的表来的，就是它用来show 给我们看一个过程的，知道吗？Raja。Gitaran，它叫 process flow，应该是这样的。你看哪、啊、有箭头，从什么步骤到什么步骤啊？啊，一二三啊，这种这些全部都是叫 Raja Gitaran，它是给我们看过程，先到什么，再到什么过程啊，这样的咯。所以它可以是这种图，它也可以是从左到右箭头罢了，也是可以的，都是叫 Raja Gitaran 啊。所以它哪一个适合哪来？通用 Raja Gitaran 来啊，对了，刚才我们看到了哈、哦、啊，透过 Raja Gitaran 来表达，就是 Hujan Bukit 的形成啦，可以。刚才我们看到下雨的图表，对不对？我一 type Raja Gitaran 啊，说、这个山雨的形成怎么样形成呢、啊？这边好像有哦，这个来的，这个就是山雨来的，其实看得到吗？那个海边呢、的风啊，海风啊，是很潮湿的。从海，用、这是练习来的哦。从海吹上来呀、这个啊，OK。从海，因为海上面的水蒸气会蒸发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水，这里的空气是很潮湿的，然后会有海风，海风就是被这样吹过去了，对不对？哦，它被吹过去的当儿啊，吹去陆地的当儿啦。其实这个图表没有很明显啊，这个图表不完全是。我在讲的山雨，不过山雨是这样的，吹过去那个山很高嘛，是不是？它吹过去的时候，它就直接被没有地方走，它就被吹上去了。吹上去还遇冷，就变成了水啊。所以这里很会下雨的，这样咯，很会下雨的。这个是山雨的形成啊。OK 啊，不是这个图啊，其实不是这个图，不过它可以透过 Raja Gitaran 来形成啊，来显示出第四题。这个是所有的水嘞，对吗？所有的水，现在他在讲 process
的加蛋癌，或者是 process 本的加蛋癌，就是那个水的蒸发。OK， 这个蒸发发生在哪里？蒸发，大家，我看一下，嗯，海蒸发上去，湖蒸发上去，对啦，河没有哦，河其实也会蒸发一点点啦，其实河也是有哦，哦，它都有箭头，对啊，那个蒸发就是这个箭头，这个箭头，这个箭头啦，嗯，也是啦，哦，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一二三啊，啊，对啊，一二三来的，对，所以就是不是地底水就对了咯，地底水蒸发不到，对吗？地底水在地底的嘛，没有太阳晒它，它不会蒸发，对啦 ，OK， 第五啊。Apakah alat yang digunakan? Untuk menentukan arah 来显示出方向的那一个指南针叫 compass 啊，这个我直接了啊 ，compass 啊，指显示出那一个什么啊方向的 arah 是方向，就是指南针嘛。OK， 然后第六 kedudukan sesuatu tempat ditentukan dengan merujuk titik rujukan。用到地点rujukan了哈，这叫什么kedudukan啊？他讲啊，第六的，不是kedudukan两个罢了，这个或者是这个，哪一个 ？boy 还是 donkey？ 成人心意，回答一下，有吗 ？relative， 对。是 relative 啊，如果哎，等一下我想一下，不是哎，不是 re 是吗？哈 ，relative 啊，哦，地点如就干，对了啊，地点如就干，它的意思就是讲哈、哦，有一个指标啊，因为那个指标是大家都知道的，对，是东地来的啊，哈、啊，那个指标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是地点如就干哦，好像哈、哦，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 the mice， 所以我讲哎，他住哪里啊？啊，他住 the mice 附近，你就知道哦，在那边哈。啊有一个 detail rujukan， OK， 指标的，然后再来啊，latitude and terpanjang 这一条 latitude 呢是最长的 latitude 横线啊，这个地球最长的横线其实就是中间那一条线啊，我们叫它什么啊？等下他讲 ，OK， 啊很好，他把地球分成两份，两个极啊哈，两个半球，北半球和南半球讲咯。然后它的角度是零度，对了，这个就是赤道啊 ，Gadulistiwa， 赤道 ，OK， 这边有一个是啊 ，OK， 对，赤道 ，OK， 第八 ，pandang darat bumi yang dilukis berdasarkan pandangan atas， 从上面看下来的那一个啊图叫什么？叫地图。这个问到很好笑，他只是在考我们的语文吧？对，地图啊 ，Petalaga， OK， 他讲哈、哦，从上面看下来画出来的这个地球，的那个图表叫什么？叫 Petalaga 咯。OK， 哪一个 ？Menggambarkan ciri-ciri pandang darat fizikal 还有 budaya 在 Petalaga 里面呢、啊？我们会用什么来展示出？Pandang darat fizikal 还有 Pandang darat budaya 就是展示出这个通常我们可以用它来展示出叫什么、天然的还有人造的一些陆地的东西的啊，对，这个是symbol 啊，我们用 symbol 啊，就是用画的咯， symbol 就是这些那个地图的那个，比如说 contour 啊什么 啊我们用 symbol 的 OK。好，我们看一看这一个啊，所以这个是在讲哦，地点如就干啊，我们挑一下啊，哦，对五题，可是你回答好像全部对这样的，不止五题哈。OK， 你看啊，这个其实刚才那个圈圈题有了哈，他叫我们要得干格鲁鲁干 relative bagi hafizu， 所以他讲如果。Ideal 是 detail rujukan， 就是哦，大家都知道 ideal 住哪，坐哪里啦。Ideal 的位置是那个指标。这样 Hafizu 坐哪里呢？ Hafizu 坐在 ideal 的背面，这样罢了。可是我们要讲写，这个你要 try 一起写啊，知道吗？你要讲 Hafizu， 要讲到这样长吗？可以啦，简单啦。Belakang，
等下等下，我在想 OK Hafizo OK 你其他的你可以简短了、啊、但是我们写一个正确的简 Duduk di belakang ideal 所以全部人都用 ideal 来做指标，这样要怎样写啊？你可以 try 写先，你 try 写先，然后给你五分钟啊，你可以点点点点点点啊，说它到底是它的前面还是后面还是左边还是右边啊？这样 ，OK。Ideal 是滴滴如竹竿啊。如果你已经讲了这个后面的、啊、是讲不到了的 ，OK。好像烟哦，你不能讲它的后面的左边这样的，你可以。刚才你提到哈比座了嘛、哦、你可以讲他在哈比座的哪里啦。如果你已经提到 Shafi 了， 你可以讲燕坐在 Shafi 的哪里这样啦。OK， 这两个啊你可以不用用 ideal 啊，不用用 ideal。这两个你用 Shafi 啦，用 Shafi。因为等下我们会提到 Shafi 哦，以 Shafi 为指标啊。你 try 写啊，你 try 写 ,OK?我上个厕所。阿泰给我啊，阿金、心仪、陈恩，你们泰这三题给我。OK， 泰你的题目。OK， 阿金你做 Shafi， 心仪做 Noni， 陈恩你泰啊 Guru 的给我。阿金陈恩心 OK， 给、okay, 老师，对，老师是站着的，你可以讲他 berada di 哪里这样，type 给我啊，除了写之外你们 type 给我你的那一题啊，我写名字的那一题。阿俊太了 ，OK， 心仪，哎，不可以，心仪，重点是 ，ideal 是那一个指标，你要再太过啊，承认你太久啊，这个老师的。心仪明白讲话嘛，你要再太过啊。指标是 ideal， 就是大家都知道 ideal 坐哪里。OK， 承认的 OK。OK， 好了，对哦。所以啊，很想啊。所以 Shafi 呢 ？Shafi duduk di Kiri ideal， 对，你可以看一看 ，OK。然后 Noni 的话 ，Noni duduk di kanan ideal 啊，是吗 ？OK， 他在他的右手边啊，大字母、小字母你自己看了、啊、哈。然后呢 ，Guru 老师啊，老师他是啊站着坐着不要紧啦。如果你不懂他站着坐着你就讲
D 哪里就好了啦，不用读都不用 berada 都不要紧。OK， 这个啊，他写对了啦 ，guru berada di hadapan ideal。OK， 烟还有那个丁嘎，我们讲用 shafi 来做指标啊，因为都没有，他都没有靠近这个啊 ideal， 对不对？只是 shafi 我们讲了，我们就用 shafi 为指标啦。烟在 shafi 的后面呢 ，OK， 烟 duduk di belakang shafi， 然后丁嘎窗口在 shafi 的左手边呢，哦，丁嘎 berada di kiri shafi， 或者是 think up the kiri shafi 也是可以的啦，他不会管你太多的那个啊，你的达达巴萨不要错到太离谱就可以了，看得懂的话都可以。 OK OK， bagaimanakah anda mengenal pasti garisan latitude 还有 longitude 啊，就是其实他问我们什么是 latitude 什么是 longitude 啦，latitude 是横线啊，如果你忘记了的话 OK， longitude 是地球上的直线来的。 OK， 所以我们要讲写啊，这个你跟着我写啊， garisan yang dilukis secara melintang 也可以 melintang atau mendatar pada globe，在地球仪上面打横的线，打横画的线。OK， longitude 他讲在 Raja Globe 啊， garisan yang dilukis secara menegak， 打直是 menegak 啊， dari kutub utara ke kutub selatan它的 globe， 所以这个是哦，从北极画到南极的直线，你可以写一写啊，你就会有多一点的印象。它有时会这样问的。可以哦。好聊的话，你做这个，对呀。OK， 这个啊，看你看这个，你找一找啊，叫什么了啊？啊，你把他的。这样啊，OK， 你太给我啦，一样啦哈，OK 啊，一人写一个，一人太一个给我，哼，啊，立马 A 加 N 啊，要找下 A 加 N 对不对 ？OK， 心仪这个了哈，承认这个了，阿金这个了，来，你可以用写的，你可以用泰语的，找一找啊，这一个五条线叫什么？我们要记起来呀。OK， 所以你要 type garisan 啊，你不用 type 啊，不过你写的时候你要写 garisan。OK， 所以新一写了啊 ，garisan， 它独立希望啊。OK， 对。OK， 嗯 ，Angelio 吗？这个 OK。所以第一个 garisan adik， 你看怎样记啊？我是有我的方法记的啦，等下我跟你讲。哦 ，OK， 这两个是最简单的。阿金呢？阿金这个跟 A 很像的。你在用滑鼠画。对呀，错了，挺奇怪的，诶，这案有点错了。
你看清楚。OK，Antarctic 啊，所以大家，你看你讲记啊，我是先记头跟尾咯，Arctic，Antarctic，然后这个啊，我就记中间我们会吗？问题是这个 S 跟这个 J 哦，我是记 SK 学校，所以先 S 才 K，然后过后最后一个就是加 D 了咯，我是这样记的啦。好，SK 我是这样记的，然后 SK 他们的学校啊，Jin，他们学校叫 SK。然后这个因为是 Seri 跟方案嘛，所以下面就加 D 咯。哦，不要紧啊，君可以。我找你写到那个，我就找你找到了的。这样的话，OK 啊？所以你们看要怎样背啊，要给它背起来，这是最基本的。就算他这个写的没有错，这个写的他错的太简单了啦，讲真哦，这一个，OK 啊。不过，就算他写的没有错，他圈的可能他也是有可能错的哦。OK，这个 Garrison Longitude 呢？这个我给你了哈，有一条叫我们当做这个是零度啦，OK，Meridian Greenwich，这个它会跑位的哈，所以这个讲真它没有讲好好是哪一个是哪一个，OK，F 跟 G，Meridian Greenwich 是零度，我要你记得是啊，Meridian Greenwich 是零度，另外一条呢是叫 GTA，GTA 是端钉是180度啦啊，它是端钉。日期的，所、so, 以如果你去左边去右边啊，日期就不一样了，叫 Garisan Dari Antara Bangsa 国际日期线，直接翻译叫国际日期线。OK，Meridian Greenwich 是零度啊，零度啊，没有写度，我就写度一下。零。度，那个热气的线呢、啊？你看一看啊，这个我看可以拿这边来讲。Form one 还是 Form two？我记得算时点啊，这个。OK，Garrison Meridian。Garrison Meridian 邦高，或者是叫 Greenwich 啊，Garrison Meridian Greenwich 都可以，有两个名字啊。其实啊，Garrison Meridian 邦高也可以。OK，我们改写 Meridian Greenwich 也是可以，因为它是经过伦敦的一个 Greenwich 城市，所以啊，这个也 GMP 也可以啊。你看你要写哪一个啊？刚才我写的，另外一个呢是 Garrison Dari Antara Bangsa。热气的那一条线，OK 啊，它是 T 或者是 B 都可以啊，就是讲 Timur 或者是 Barat 都可以，因为像这个是零嘛，它向左边走哦，就是讲这样过去啦，哦，这边是 B 了啊，180度 B 咯，它向这边走就180度 T 咯，所以 B 也可以，T 也可以，你知道吗？所以它是180度 TB 或者是 BT，OK，所以在这里呢，这一条线它是这样拿。舍不拉蒂莫啊，耶，说那个地球的的这一边，蒂莫 B B S T B S T 啊，OK，蒂莫 mengalami tarik dan waktu sehari lebih awal 会比较早，因为这里先遇到太阳，这里先过的哈，这里比较迟了的，所以你要记这个蒂莫比较早，知道吗？啊，你跳过去啊，他就就是回去前一天了，这样咯，你明白吗？OK，说、so, 好像现在17号啊，这边先17号，这边还是16号的，这个是那个它的算法，那个是所以它叫 Garrison Dari Antara Bangsa GTA，OK。Okay?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啊？可嘟嘟干，OK，这个啊，这个阿拉玛大昂印我就不问了啊。哎，要我要我，这个我们记一两个，等下我看一下啊。他没有讲到那个太阳在哪里呢？OK，不用做，他真的是没有讲到太阳在哪里。怎么还没有讲到太阳在哪里，还可以问我们的嘞？哈，这个题目有点小问题啊。阿拉玛大昂印 dengan berpandukan，我看见啊，我画那个太阳一下啊，OK。我画太阳一下。
这个是傍晚的时候，我画太阳下，然后这个是傍晚，现在是不当。OK， 这样的话，给我一个你所知道的方向，现在啊，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就有点小难度了啦。刚才这样，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这样，你有什么难度讲？大家哪一个一到一到几哪一个你知道的？对，是那一个方向。对，有地木啊、巴拉啊、什么啊、登嘎拉啊那些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哪一个你知道的？你可以type给我。那个是什么？不是，安俊不是。看清楚呀！心仪懂吗？陈恩懂吗？你要这样看一下了，因为它是斜斜的了。我画给你啊。现在是傍晚啊，太阳在这边啊。阿金、陈伦、心仪，哪里是乌塔拉心仪？所以你还是要画那个十字架。如果是考试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哎，哪里对，哪里是对面，给自己看一下。心仪，你讲的那个是第几？喂，阿心仪，我。哪里是乌达拉，哪里是迪木巴拉，我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我不用讲哪里，哪里是哪里 ？OK， 不是，不是，心仪不是，陈伦，阿俊那个也不是，哪里？陈伦有吗？哦 ，OK， 大家重点是在这边啊。现在是傍晚，太阳在这边。傍晚太阳在哪里？从这里开始做了。傍晚太阳在，哪里升起，哪里落下啊？你给我去找这东西，你们三个小姐。太阳哪里升起，哪里落下啊？哈。西边落下 ，OK。安静的，等下啊！哦，对啊，对啊，这个是谁的啊？谁啊？太阳西边落下 ，Hello。哎，所以这个题不是这里，题是这里，你照做嘛？这是谁写的？心仪是不是？你要看对面是哪里啊？还有啊 ，STU 错了啊，倒转回来了。B，S 跟 U 在哪里啊？看清楚 ，OK。这个填对了，现在暂时来讲填对了，我知道乱啊，所以我才要讲嘛，是不是？不然的话，它出什么？出这样容易？填啊，你看啊，所以现在这里是 Barat， 这两个对了啊 ，Barat 的对面就是 Dimu 啊 ，OK， 到底哪里是 U， 哪里是 S？ 看回你的阿俊，现在你可以 try 了，三根这个什么五六七啊，三根七啊，哪里是 S， 哪里是 U， 哪里是 U， 哪里是 S？看打横的线，主要的线现在是这里，还有这里啊 ，OK， 来，对，那个是 U 来的，因为它是逆时，你看你要怎样背啊？如果我背这里是 B 啦，我要顺着去逆时转的，我 S T U， 我是这样记的吗？你是记什么 Ultraman Dida Suka Bergado？ 如果你记这个 Ultraman Dida Suka Bergado， 它是顺时转的哦。说 Bergado 了，这边就是 Ultraman 了啊 ，Utara 啊，知道吗 ？Dida Suka Bergado， 哎，我写 Suka 了，说这个是 Selatan 来的了。你的，说你要看顺时还是逆时哦，你不会乱乱把 U 跟这个什么填下去哦，对不对 ？OK， 另外的四个就比较容易了啦。现在，这个是上面嘛 ，Utara 是上面，这个是下面嘛，上面的我们用 Laut 的，说这个是 Barat Laut。
这个是 Demo Laut， 下面呢就 special 的名了， Barat 有 Barat Daya， 不过呢 Selatan 跟 Demo 的中间是叫 Tenggara， 你就是这样看的咯。所以要记得先看太阳在哪里，如果还有太阳啊，就可能他讲他背向太阳，他讲到明， 这里还没有讲到，所以我画给你，可能他讲他面向太阳又不一样了的啊。如果他讲他面向太阳，全部东西倒转了啊，不一样了的，你要从面向太阳那边开始写 B， 把它，然后你再顺时或者是逆时用你方法去背，明白吗？知道吗？这里现在有问题吗？这个阿金，可能